안녕하세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红红 Raider。 OK， 今天 Raider 要来玩什么呢？今天 Raider 要来老游戏新玩啦。 Raider 要来玩的是刺客任务赦免，我差点讲成刺客教条，不是啊，是刺客任务赦免。那之前 Raider 在直播的时候有玩过这款游戏，不过没有把它玩完。对，那瑞德要想要这次把它用录制的方式把它玩完。然后我们扮演的呢是一位光头杀手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的电影叫做杀手47哦。对，我们扮演的就是他。对，一个很性格的光头，后面还有条码，超帅气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呢是在讲述他的前情提要，是不是？前情提要，我们要杀一个女性目标，对，女性目标叫戴安娜，是不是叫戴安娜？你们看到，你们看到，他后背他的那个后脑勺有一个条，有那个条码，超帅。是，我们正在，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。你喜欢杀人吗？我最喜欢在游戏中杀人啦。听你说，说什么？你想嫁给我？不要这样啦，我知道我很帅。你要我勇敢一点，我很勇敢。你顾什么？你长得这副德性，然后还要我勇敢？你是我老婆吗？哇，我好壮哦！哇，性格光头哎、欸，我的妈，还那么壮！你不能跟我走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走？那我一个人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抛下我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要，不，你为什么？他会保护我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坏女人，因为别的男人要把我抛弃了。那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把你杀掉，是不是？我把你杀掉，竟然跟别的男人走啊？没看过我这个性格光头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帅爆的？我都不用刮胡子了，有个小妹子哎，嗨 ，I'm sorry。Sorry， 你现在跟他说话，我还以为你在跟我说话欸。Fuck you！ 我还以为你在跟我说话嘞。嗯，有一个硬币，觉得有一点，好像有一点，有点感伤的样子哦。那个女人不知道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讲跟那个小女孩讲那些话。这个故事剧情我实在无法理解，对，我实在无法理解。哦，我们的直升机吗？班杰明·特拉维斯。哦，我们到芝加哥是不是？哦，他是我们老板啊，我知道，看那个样子就知道是老板，那一副德行的样子，看着讨厌。戴安娜的背叛必须处理，所以戴安娜是我们的人就对了。哦，哦，原来是自己人的叛变啊，那就非杀不可啦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女人，尤其是那种背叛的女人，背叛男人，背叛男人也该杀，哎，背叛的女人也应该杀，都一样。这只是游戏，别认真，别因为游戏而认真啊啊！嗨，干嘛？想不想要吃双麒麟？要不要吃冰淇淋啊？冰激凌，好吃哦！艾斯库里姆，艾斯库里姆，要不要吃？哦，来来，请你吃啊！啊，我就这样把它拖进来，刚刚。啊，是不是？我最喜欢做这种事情，把你拖到冰激凌卡车里面。一份个人契约，一份个人契约。OK， 怎么在任务中怎么样？我们要慎重的击杀，并且保持不被发现。哦，我这个我最会哦，这个我最会。左下角蓝色槽，哦，它是我的生命。然后旁边是雷达，是不是 ？OK 的 ，OK 的。然后一号是我的枪枪，哇，帅哦。哦，有本能哦！武器右边的那个黄色是本能，什么直觉能力？直觉能力是我的本能哦，感觉还不错。
我们是杀手47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后脑勺了没有 ？F1 阅读笔记并查看任务，看一下。盗贼管理者进入宅邸。根据 ICA 处长班杰明·特拉维斯说，我的前管理者戴安娜·本伍德变得很凶残。他带着组织贵重的资产，一名叫做维多利亚的女孩。我的任务是消灭戴安娜并带回那个女孩。个人说明，戴安娜救过我的命，虽然终止的理由很公正，但是我并不以这次任务为傲。她是我的目标，我不能在其中渗入自己的私人情感。没有错，身为一个专业杀手呢，绝对不能带有自己的私人情感，否则任务必须失败。所以我们就只好就是这样啦。OK， 我们就继续前进吧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哇，你在那边站岗哦，感觉好像很辛苦哎。你跟我一样都是黑色的，大家一起加油啊！我们要进去这屋子是不是？我要进去这屋子里面。嗨。屋子，哎呦，有摄影机耶！摄影机会看得到我吗？嗨，哎，我不能跳，粪。哦，我要进入禁区，按 C 是前行。哦，我最会了啦！哦，那边有一个人，那里有一个人啊！我要刚他。空白键是找掩护 ，Z 是换掩蔽物。OK， 扳手。哦，评委扳手。评委扳手，按右键瞄准，要丢到这个桶子，是不是？会。评委扳手，换掩蔽物。会。你他好白痴哦，他都看不到我哎，笨。有砖块可以 can 他吗？哎。87。他这样看不看得到我、啊？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好笨哦！这里的人怎么这么笨？那、啊、这个嘞，这我要把它干掉吗？可是我过不去、欸，我、哦、走这边啊，走这边都不知道，笨！我们已经进入宅邸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好简单哦，这游戏无难度，好不好？普通就好了，普通就好了。虽然说话是这么说，制服，我扭断脖子，啊！有没有听那个嘣一声，那个很那个，像东山鸭头被咬碎一样，啊，好吃！要丢弃哦，尸体都要丢弃，不然会被敌人发现。来，进去睡一下。而最好是这样扭一下脖子，你人就死掉了。对啊，我觉得他这样可以。哦，我觉得他这样可以扭脖子，还蛮厉害，他那个臂力一定很强。我们要用纤维线接近 Q， 纤维线是我们现在右下角拿这个。哎、欸，你的屁股好臭哦，嘎逼耶！我攻击，我的气呀！大家系统说要用纤维线，结果我用杯子回系啊，好哦，一系哦，底下好多人哦，底下有两个哎，底下有两个，我越摸越难呐、啊。底下有几个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有三个人。哦，太简单了啦！这个游戏难不倒我，我可是玩过刺客教条的人呢、欸，我可是玩过刺客任务的人呢、欸。对啊，前面几代我也玩过了，虽然前面几代的画风比较不太一样，也不是不太一样啊，就是比较老式的画风啊。有 checkpoint。哎 ，checkpoint， 是不是？我 Q 扭断脖子，哇！他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，他有一种啊，你从后面上我啊，我不挣脱了，给你我什么啊？给我什么？我的好软哦，他怎么这么软啊？充气娃娃，你怎么这么软呢、啊？人死掉了就这么软了吗？应该不太可能吧？他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软软软的，难怪只能当守卫，不像我硬邦邦，可以当杀手。一二，那里有个人他走上去嘞。本能。哦，我可以用本能来观察周围的状况，是不是 ？OK， 一二三，四个上面还有一个哎呦！啊，那个是背对的，对不对？还好。你不要看我这里啦，我那边还有一个
我觉得我用 Z， 是不是这样就看不到我了？他是六号，我是47号，他这样看不到我，是不是高超技巧？有没有这样轻轻松松就混进来了？哎呦！哎，你去哪里？摸鱼哦。哎，在这样，这边还有三个人呢，我可以这样吗？硬上。哎，火力器，一下，哇哦，是不是？我根本超专业，好不好？人都笨笨的，都看不到我在，后面。照理来讲啊，一个人站在你后面，你多多少少会感受到一种人的那种气息，生物的气息啊。对，你会多多少少感受到生物的气息，不会说人站在你后面，然后你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所以我们要混进去啦，我们赶快混进去。他们在聊天，跟上哦，跟上 ，Hank。OK， 我又过了一关。你们哦，这是个很简单的游戏，潜行杀人。那没有被发现就算了。有刀刀，本能可以预测敌人的移动方式，是不是？哦，移动方向。哦，所以说我们拿刀刀可以丢飞刀是吗？可以丢飞刀啊！这种我最会，我最喜欢的，我这小李飞刀在世哎、欸。对啊，怎么丢？我射你。嘿，那也可以丢。嘿，可以伪装哎，我们可以换他的衣服是不是？啊，他一滴血。哎，我换的跟他一样哎，我好帅哦。可以丢尸体，那你给我滚，你下去看海啦。我们要接近园丁是不是？我可以用本能欺骗他。看屁哦，大胡子，看屁哦。我按 Ctrl 可以潜入。OK。哦，所以说如果我按 Ctrl 的话，可以避过跟我穿同样衣服的人的视线，是不是？哎，太简单的啦，这个游戏。之前玩了一阵子，是不是？我都还记得，大概啦。差点被发现。吓死我了！哦耶！然后嘞，我已经好久没玩，大概快一年了吧？也不是快一年哦，差不多啦，对，差不多。啊，现在要干嘛？嗨，我要进去这边哎，所以我要想办法进去就对了。他那个比我还像杀手，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！差点被俩包，差点被抓奸在床。啊，这要干嘛啦？这边可以拉哎、欸。这个甘，这个竹竿，我刚才讲的这个甘蔗。哦，冒水了，喷水了，刚才讲射了，不过还是一样，差不多。哦，所以所谓引开，我可以增加一点本能，是不是？啊，甘丹呐、啊，我这样就侵入了，有没有？前进温室。杀死他们或溜进去，那我当然就杀死他们了。我少跟你废话，好利息，是不是？身为一个杀手，怎么可以不杀人？我就是一个最爱杀人杀手。我可以把它丢下去吗？下去了。嘿嘿，好简单呐、啊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杀手呢，手脚要干净，要利落。这什么？十分坚固而可以维持平衡。前面挖沟。哦，这边哦，壁架，我要给他壁架。哇，那个海，你们看到？哇，好漂亮哦！这种天气，他妈天气冷冷的，这是怎么走啊？可以走哎、欸！哦，哇哦，我还穿那个凉鞋、欸。好，我很超屌的啊！我用特技演员。不要看下面，千万不要看下面。我知道你快尿出来了。我也快尿出来了。会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石头上面白白都是那个鸟屎哎、欸，焦阿塞，不是实况组鸟屎啊，是那个鸟大便，应该说鸽子大便吧？不是鸽子大便啊，海鸥大便啊，海鸥大便，鸽子大便。嗨，你在攻顶威哦？你怎么不是拿智慧型手机啊？跟不上时代，你就给我下去啊！
他好开心哦，他好雀跃哦，哦，好嗨桑。哎，有一个人呢。哎，你饮咖啡哦，请你饮咖啡啊，好饮。我可以换他的衣服吗？可以，换一下，他的衣服比较好看。虽然说我有点沾染血迹了，可是换上我呢，啊，我就不会有血迹。哇哦，我已经进入宅邸了。我们的目标是戴安娜跟那个女孩子，我们要把戴安娜干掉，然后先奸后杀，不是啊，就是直接把她干掉，然后把那个小女孩带回家。我最爱带小女孩回家了。我说47啊，不是我啦。证据，有证据哦。关闭保安。证据可以让我增加我的奖励，是不是？分数可以增加。啊，这伪装是什么？宅邸内部守卫的伪装，挖解。哦，一样啊，啊不就一样？好啦，不管啦，我们赶快进去。进入这扇门以后，评级系统将被打开，所以说我的任何的动作都会被评分，是不是 ？OK 啦 ，OK 啦，被评分而已。不要用分数来衡量我的才能，我跟你讲哦，妈的，我最讨厌被分数给局限了。哎呦，这边到处都是人呢。嗨，同行的，哎，大家都一样，我们都穿一样。现在瑞德是14500分呢。这边有一个人，我知道房子的房间应该都可以进去吧？应该吧？哇，浴缸哎！哇，有浴缸哎！我想要洗澡。checkpoint， 我洗澡。龟仙姑草毛毛，我要洗澡了，哎，都不能洗，不然我就可以让大家，这是女人的鞋子，所以说，这是女人的浴室，女人的鞋子，女人的浴室，还有安眠药，哎，安眠药干嘛？安眠药我是要下药的意思吗？我要下谁的药？下小女孩的药？小女孩在喝饮料，然后我就要拿安眠药下药，然后就把她带到浴室里面帮她洗澡。嘿嘿嘿嘿嘿嘿，我最爱帮人家洗澡了。同行的手里啊，拍谁的？喂，good！ 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回头干什么？你回头干什么？错一个，还给我错一个，他应该不会对我产生怀疑吧？应该啦，应该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底要干嘛、啊？哦，左下角可以看一个目标啦，我看到了。Yes. 你在发什么神经病啊？我只是进去下个药而已，你对我那边那么凶，气啊别别，气压压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这边刚刚有个人不见了，打开百叶窗，哎，让阳光照射进来。他们变枪靶子。哦，这个黑色的是目标，他在移动。啊，我找到你啦！啊，我找到你啊！你来！哎、啊，对，就是你。嗨，你好啊！武器。哦耶！我拿出路证。哦，我完成目标了，我获得门卡了。我要不要拖他？还是不要？不要理他。这里看。Oh yeah! F1 是分数评级是不是？那个没兴趣啊。我要继续前进。解锁。Oh yeah! 太简单了啦，这游戏接近目标了。我接近目标了。对，他背叛我们了。身为一个女人竟然敢背叛男人。该死。该死！哎、欸，我们的车哎，有看到？是，我会把他干掉的。我会把他干掉的，相信我，老板，相信我 ，boss。你要记得帮我加薪呐、啊！可恶的女人，必须死！哇哦！这个我可以不要杀吗？他的屁股有翘、哦，可以不要吗？你都把枪掏出来了。不要！不，你竟然举起了你的枪！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她身材还不错啊。Wait，
Oh, oh. No. No. 你竟然把他干掉了。不要，不要，拜托。她是一个还不错的女人，我相信你不会把她干掉的，因为剧情一定是这样走的。呀、yeah. ，我心软了。身为一个杀手，我心软了。我枪对着她，但是我却收下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把你干掉。47。我们把那个耳机给关掉了。握手手。真的，我好想你哦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为什么把女孩？为什么你要把我们的女儿带走？那是我们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，那是我们的女儿。你活不了多久，你没时间了。衣服有一封信，带女孩离开，不要跟我一样，她是我们的女儿。好难过，好啦，一点一点都不难过。好啦，我们要把那个女孩带走，原因是因为好像组织要把那女孩改造的跟我一样，成为一个冷血的杀手，但是会因为女人就是呀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进的。按住 Shift 的冲刺，是不是 ？OK。因为女人而心软，而不继续用枪对着他们，我们可以冲刺。哦，跑步声可以，跑步声响很大，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不要跑步，我往走路的。啊，这边会不会有东西可以拿？按住 Ctrl 使用本能，按 Q 激活射点。所以我可以这样设，是不是？先把那个目标点先设定好，然后就按 Q， 它就会 biang biang， 啾啾，咻咻，唰唰，咣咣，嘿嘿，黑鬼，死的双双对对，有没有？大过年的死的双双对对的感觉就比较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 yeah， Happy New Year。这个杂志都一闪一闪的，我都觉得好像可以拿一样，结果不行，粪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啊，撬锁，我们还要学会开锁。但是他本来好像就会开，所以还好。女孩，哇，她穿短裙呢。她有点小雀斑。果然就是欧美系的女孩子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你爸，去卖火柴。我是你爸。对，你妈已经死了。对，跟你爸一起走，我带你去卖火柴。跟我走就对了。你穿白色内裤。Oh yeah. Get in. It's done. 对，上车。老板好烦哦。可以加工。所以我们要干嘛？我们把女孩带走之后，然后我们又背叛组织了，是吗？我们这个剧情真是曲折离奇啊！啊，果然就是很容易猜测的剧情。为什么？ Please, she was my only friend. She took me away from the doctors. 哦。果然组织就是要把他改造的跟我一样就对了，成为一个光头杀手。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光头？女孩子就应该头发长长直直的顺顺的，这种感觉啊。这个身为一个漂亮女孩就是应该这样。完了，我们惹上组织了，把所有杀手都派来。哎、欸，我要一个人干翻组织的所有杀手了。哎、欸，我最爱这种剧情。我相信在看这部影片，你也应该有被啊啊啊
那这部影片里应该也跟瑞德一样闪了一下，对不对？